既然有人没有来。啊，可是有两个人自己补上去了。对啊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Isabel。 那对，我今天想要提案的是这个 G0V 的社群治理页面。那其实原来在我们的 HackMD 上面就已经有很多社群治理的讨论。那为什么要提这个案子呢？因为大家来这边会不会今天是第一次来的，可以举个手吗？哇，这么多。好，那会不会搞不清楚你在这边做什么？应该搞不清楚才对。那会不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开始？那或是大家这边运作规则是什么？那这些其实过去12年来，我们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社群，但是其实在这个自由开放中呢，有一些规则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遵守的，我们才能够持续一起协作下去。那简单讲就是这些规则是避免大家踩到线，然后引起其他人的不愉快。那所以过去有很多这些讨论，那都在 HackMD 上，但是因为 HackMD 会藏得很深，我想正常人都不会去找什么叫治理，因为实在太无趣了。那所以我们后来讨论以后，我觉得也许是时候，我们应该在 G0V 的首页有一个社群治理的专属页面。那里面就需要讨论说就是把大家关于社群治理想知道的问题，还有应该知道的问题，把它以比较白话，然后新参者能懂的方式放上去。那所以今天我希望就是我已经开了一个页面，那大家可以把关于社群治理你想知道的问题，我举了一些范例，比如说我要在 G0V 提案，那我要遵守哪些规则？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要 open source。然后呢，或是谁是 G0V 的代表？那我想要把我的专案的这个宣传贴到 G0V 的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 SNS 媒体、社群媒体上面要怎么做？那像这些问题都欢迎大家。这个专案需要的就是有问题然后会打字的人啊，把它写到这个 HackMD 上。那非常适合新参者，什么问题都可以。所以就先这样，谢谢。我还剩30秒，那我要说今天还有另外一个专案非常有意义，是帮台湾的帮大型语言模型搜集专属于台湾教育相关的资料集，在出口这一个出口出去左转有一群老师正在努力，那也很欢迎大家去贡献和参观。我们有公民教育公民历史地理还有国文老师啊，那大家如果有知道有任何觉得只有台湾才有的一些资料或问题，可以协助去那边提出来，谢谢。谢谢 Isabel， 一个提案时间讲两个提案。